啊、哦，又回到熟悉的地方，嗯、几人欢喜几人忧、嗯。那么哥几个依依不舍的来去送我，嗯、是不是？哥几个欢天喜地又聚在了一起。你要回来再替我一起过个八月十五。我那边那个节日已经过完了，提前过上了。提前了。提前过八月十五，这边呢，咱们一起再聚一下子。行，来过节了。我一听你要回来过八月十五，赶紧回来。你这寻思蹭那饭呗？对，你每次来我都回来。这个饭不愿意蹭上。泰国赶来的，是吧？你这是你这为了这个八月十五这顿饭呗？对对 对, 对, 对。饭不上，回头我飞泰国去。必蹭，行不行？一年没见了吧，心怡？一年没见了，已经。理个发吧，咱们。去理发去是吧？理理啊。你们看我为啥戴个帽子？那你回赞比亚又理发，就从头再来是吧？是从头再来。麦C 不洗头，就帽子开戴上了。那我们去理发去吧。行，欢迎先生回来啊！坐哪个车？大哥，你这个车吧，你这个车，他回头开车的话，他保姆车。好，保姆车。一个车就够用了。哎呀，哥，你看一下我这个茅草屋盖的怎么样啊？进来看一下吧，参观一下，了解一下，这都是过来人啊，来我这里指导一下。不是你这个茅草屋，说实话哈。啊，实话。真的，你不养点猪，真的可惜了了。这么大场地，你说这要一出来，你出几百头啊？这还没弄好嘞，你这都说养猪的，我这咋成养猪的了？就你个小水泥地，挺符合这个气质的哈。他没有，连地坪都不用，给我坑坑洼洼的，一坨一坨的。怎么还给整成补丁了？是的呀、啊，那过来交工了，他怕领不到钱，赶紧补一补，多此一举。你看，脱裤子放屁站点。里边看看吧，茅草屋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可圈可点的地方。你这个茅草屋盖的，花多少钱盖的？这个花不少钱，不少钱是多少钱？这个得有加地加全部加起来工费的20个 W 是当地钱。哎呀，纯占点够用哈、啊。这个门为什么不打开？这门啊？啊？这个门，这个它不会用地平吗？它地不平，地不平，所以说那边高这边弄。有水有矿泉水没有？我给你看一下。这不这跟这个地没关系，这门有问题，门不是地有问题。我回头我给你讲那个专业的人，知道吧？你看他在咕噜咕噜滚得可快了，还能滚到那边去。哎呀妈，人家这不整得挺好吗？这不平啊，他地回头里面要是下雨，这都是水往外走。里边下雨，哎，那有可能是吧？是说的是啥呢？就是你得拉门。哎、我这个专业哈、啊，你得拉门。你是过来人，必须得门一拉，跟地有啥关系呢？这地整挺好啊。哇，这挺不错，这不挺不错的吗？这啥呀？跟你盖的差不多，都是盖了个二手房啊。这边整个小水池了，还这个修好了。前两天老一开水从下边漏水，是吧？这个先别看了，这个看一眼呗。哇，这个厉害啊，叙利亚风格，这个整得好。这个不行的话，我这边我给你找点人吧。我那边盖房子盖的不专业，但是翻修觉得专业的。我从那个记得我给你调人过来。真的，我这个绝对专业哈。我刚盖完那个新手二手房，人家说的，我这个方面够用哈。哎呀，我天哪！哎呀，真不错啊。这个厨房还没弄好，厨房到时候从这弄个隔断，里面是厨房。啊。哎呀，这是啥呀？这是棉花糖吗？那这钱一交，他就不处理了。应该真像国内盖房子得留个2%的尾款，20%的20-30%的尾款哈，然后压一个星期没啥毛病的，这都已经全给人付了，全给人付了，这还可以出去四通八达的。然后这本来想这条走廊，这个要是推那个猪食好推，小推车嘎推不了，这边开始整个猪槽。咱不能，你不行的话，咱就搁这边的话，我给你规划一下，整上那个猪槽子，这边就不是。我已经感觉这像养东西的了，但是咱不养猪行吗？我属猪的，不养猪啊，养点牛也行啊，牛也好使，那也行嘛，养点牛，养点刘强能吃，行吧，行，哎呀，我这是来了一个茅草屋，我看一下，心情澎湃呀、啊，我心里找到平衡了，知道吗？我盖那个房子盖的我自己，我其实也一直给自己找台阶架，我一去看看你。回到你的以前的视频看看你，我心里面很平衡了。我看完你之后我更平衡啊。这边的人他水平有限，能力一般，那没办法，干活他咔咔给你吭哧吭哧天天干，跟要钱，天天要钱，天天要钱，这咋的？那行吧，我们就那个下期再见吧。我待个两天之后我就回去特委了，他们瑞秋他们还在等着我。但是你下次再来哈，一定给你看出大变样，可以吗？就是开始就要牛养猪了。喝茶好了，就这样子吧，下期见。就这样吧，再见。